彰化县政府行销县内优质农渔牧产品，县长王惠美力推彰化优先品牌，呼吁乡亲多多选购，用实质消费鼓励农民，增加农民收入。县府将持续努力打国际杯，将彰化优质农特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。按彰化农产品，今嘛呢嘛外销到新加坡，也外销到加拿大，所以显示出我们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。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乡亲哦，给用咱彰化的这个农产品，保证袂让你失望，而且呢，食了吼绝对是够健康，啊，而且够安全。那而且啊，欢迎咱的乡亲一起来啊，这个鼓励我们的农民，哇，让咱的农民有法度够较好的这个生活。县政府黄县长团队的努力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。我更坚信，台湾的未来，观光休闲服务业绝对是主流。观光休闲服务业一定要靠农特产品做基础。彰化县是农业生产大县，农特产品样貌多元，26个乡镇市农特产品各具特色。未来将配合观光休闲服务业推广行销，欢迎消费者多多选购彰化优先农渔牧产品。公益频道彰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